师傅，师傅，我看呐，咱们再住上2天，反正是有吃有喝的，这住嘴！这不能啊！师傅，师傅放心，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。你说什么？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，待我们西行以后，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。胡来！我以为什么妙计呢，原来是这个馊主意。那我老朱也能出啊！住嘴！师傅，只要牒文盖上金印，老孙使个定身法，将他君臣定在那里，待我们走了以后，再使个法术解开，岂不是两全之策呀？哎，师傅，好主意！是啊，还是要走啊？师傅，你定夺吧！师傅。 就这么办吧。